说起王思聪的前女友，颜值逆天的雪梨简直让网友过目难忘。和王思聪分手之后就嫁给了富二代张岩，如今已经结婚生子的雪梨仍然是网友记忆中的少女。5月29日深夜，雪梨在微博照惯例晒了一组宣传照，照片中雪梨身着宽松的 T 恤配背带裤，扎着马尾留着中分的刘海，看起来很减龄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宽松的穿搭反而显得她个子更瘦小，锁骨明细，巴掌脸很精细，看起来哪里像是刚产后3个月的女人，瘦美完全像是没生过孩子的小姑娘。怀孕期间的雪梨就是胖肚不胖身的体质，卸货后马上就变回少女身材。照片中雪梨画着精致妆容，美艳十足，托腮目视镜头妩媚撩汉，手上硕大的钻戒实力强劲。不过雪梨自曝目前的体重是90出头，有的网友觉得她瘦得太快了，直呼心疼，产后3个月就瘦得只剩骨头了，有人羡慕有人心疼。5月15日，雪梨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自己的瘦身晚餐，并配文道：“他们的晚餐和我的晚餐。”从照片中看来，对比图还是十分明显的。照片中雪梨口中他们的晚餐看上去十分诱人，色泽鲜艳，有藕片、豆皮、土豆、花菜，荤素搭配，鱼辣椒油拌在一起，色香味俱全，看上去就让人食欲满满，垂涎三尺。而再来看看雪梨的晚餐，是简单的一盒圣女果，不免略显心酸。看来产后为了恢复身材，雪梨也是豁出去了。